得人你可以望翻後面咧，條馬路中間無端端有啲人掛啲衫出嚟望咧，好得意啊嘛！因為不可以掛啲衫出嚟晾嘅，咁咪咧管理處會嚟話你咧，叫你唔該你收翻入屋啦。咁所以同咧即係舊樓嗰個外觀咧，其實好唔一樣。咁你亦都睇到啦，其實喺新舊之間咧，嗰種即係你可以話我會形容為一個操控啦，其實。咁其實係更加嚴重，即係譬如有好多嘢咧，譬如你掛啲衫喺度晾啊，有個摺車擺喺路中間咧，呢啲所有嘢都係唔容許嘅，其實。即係當你咁樣做咧，就會俾人及你啊，俾人話。咁其實就係咯，好。